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системе аренды велосипедов в Китае эти двухколесные друзья стали доступны абсолютно всем. Они обрели второе дыхание и превратились в новый стиль жизни. Но сегодня я познакомлю вас с таким человеком, для которого велосипеды не просто транспорт.大家好，我叫常定国，今年60岁了。我喜欢收藏自行车，从85年到现在收集了300辆自行车。我比较喜欢的那个自行车呢，是越老越好，因为这样呢，我才能看到自行车那个发展历史的这个过程。现代的运动车、竞技自行车是比以前好的不知道多少倍，非常好。民营的自行车，全世界知道吧？停止或者下坡路。现在收藏这些自行车里头呢，有英国、德国、日本、荷兰、意大利、美国、中国、比利时、俄罗斯。在我7、8岁的时候，我看到过一个俄罗斯自行车，一辆228女士的，从那儿呢我就认识到这个俄罗斯自行车的这个样子。这个自行车啊，各国家跟各国家都有一定的区别。荷兰自行车呢，它就比英国自行车呢又显得霸气，料也用得厚，它比较高大，就 over 很足。这个德国车呢，它是实用性很强，搬着很轻，用料不厚，非常安全。那中国车呢，就是又能带货，又没有日本带的那么多，但是呢，也是可以像英国车一样，也是自己可以这个骑行。俄罗斯自行车呢，它呢有点像那个德国自行车，它是制动呢都是倒闸，搬着呢比较轻，尤其走到那个坡道的时候，上坡的时候呢，它比别的车要显得要轻松一些。它的特点就适合骑丘陵地带。因为小的时候啊，我就跟着我父亲到北京的各个信托商行和委托商行去看那些旧自行车，旧的一些二手的一些国外自行车。这样呢，小时候呢就对这东西就特别感兴趣，就记忆在脑子里了。等到年龄大了以后呢，就追忆小时候那个梦，哎，所以又从捡起来了，经济条件也有了，就开始玩这个自行车。自己啊，喜欢动手，做一点小工具，关于修自行车的小工具。我呢，有时候，设计出那些工具来，就是
很温柔的能把自行车这个修理的这件事情给解决了，不是那种野蛮的修理。然后完了以后呢，我这工具呢再分享给我这些车友们和修出来，哎，等他们认可说用这个工具真好使，啊，您做这东西确实不错，这就是我认为我最大的幸福，我觉得我有成就感。我自己有一个想法，收集这些自行车呢，全一些，年代各个年代的都有，都能连衔接上。这样的话呢，我想给搞一个陈列馆，搞一个陈列馆呢，就是让大家呢都能真正的认识这个自行车的发展历史的文化。